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视听盛宴，第一次打乱了第一回答。哇哦，让我们与他们共舞。哎，不会打我们吗？这不是需要打的吗？要对话挑战。哇哦，天哪，哇哦，这冰系舍不得打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哎呦天哪，怎么四千啊。让诺兰加入你们的舞蹈。阴吹雪，怎么会雪纷飞 ？No！ 哎呦 ，No No No！ 我是来跳舞的。好，认真了。原本想要好好的跳一场舞，现在还是打一架吧。选错了，不应该用这个对打，这也太乖了，没见过放那么多技能，这下见到了，为他们助兴。我们为什么用冰系打？难道是因为诺兰跑错了吗？并不是。什么？他竟然还会往天上砍？别太过分了！哇哦，天哪，倒下的姿势也那么美，绝了！刚才那个大飞船呢？哦，在这里。天哪，好可爱啊。能飞上去吗？啊，不行，站不住。这个飞船能开，能启动吗？哇，天哪，好梦幻，竟然可以飞，泪目了。天哪，这是真实的吗？真的在飞呀。哎，怎么老是这个异常情况啊？在哪里？在上面啊？怎么会有这个风史莱姆作怪？可是我们不会掉下去吗？难道是意思是，天哪，我们竟然飞上 ？No No！感谢收看今天的直播，我们明天再见。完了，飞船呢？飞船，飞船呢？飞船丢了，飞船，飞船！这个背景乐也此时恰好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。不过，你在我面前。而我却碰不到你。不是啊，诺兰是想就是在空中进行一个帅气的史莱姆的击杀。好崩溃。啊，竟然秒回，震惊。No！ 有时候一个人玩原神也是挺无助的。